哎，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游戏，最近很流行的。来，我们欢迎关主。哇！大手笔耶！等一下，里面有一个假的，你是谁？来，那个正方形，你讲一下这游戏怎么玩？正方形。哦，玩错了。第一关呢，我们会是比较简单的主题。再来，循序渐进，越来越难，这样子。不知道哈，不知道哈，要干嘛？没有人会给你提示，对，说不出来就完了。但你表情看起来很想睡，怎么这样？怎么可能？你眼睛有点红。我这个不是想睡啊，是已经睡着。不会，一起吃的，哟，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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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，这个真的。要用剧透的方式再玩这个。天哪！你天天看来，说不定有用，你试试看。枪杀，枪杀，输了是不是？棒！真的，哇！一号淘汰，我差一点就过了，是吧？累积的奖金来到26块。哎，我好了。啊？你们会？果然舔的有用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镜头看不出来。有有有有有。真的好可惜啊！真的破了，碎掉了。只有泱泱一个人过关，我也过了。好，大哥，哇，游戏很残忍呢。现在累积奖金26块到47块了，新台币。四个人分嘛，对，你题目真大方。来，正方形发终极的。哇，这感觉难嘞。在戏里面抽到这个是残念，大哥得罪了。不是它粘在里面，我想要拿出来。不管了，就是睡了，就挂了。我不用搓半天了。哎，我的已经睡了，还我。慢慢搓吧。不不不，哎，好了。到底是这样？哦，再一个好了。哦，好了。好了，哎，我也好了，看来很可以。哇，一样很强哎！你的是手，有没有不能拍太近？那手指，那手指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没有不能拍太近？好不好？这个太黏啊！大哥睡掉了，哪里睡觉？哪里睡觉？你怎么修好的？不可能，赶快放下来！怎么修好的？退下！还有黏的，还有黏的，还有敲一下，敲一下，还有黏的，还有。不要！好了，结果又是只有泱泱闯关成功。哦，这个好难哦！这怎么可能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怎么样？遇强则强，哎呦，弱则弱，感觉像在针灸啊！如果这个有生命危险，真的是会吓死。对。请问这个游戏为什么会笑成这样？我也很好奇。好像在被烧脚底了。我的手，你的手已经断过三节了，把它接起来，还跟着很像那个航空公司那个外星人。我还有掌纹，对，还有事业线，事业非常好，还不错。应该有小断掉。你的甜不辣没关系，这一关都全输了，不要再输，这一关不算。哇，一样失败了。你要用一个什么？你知道，现在弄一个巴黎铁塔，很难弄。你整个骨头全碎，你还说它太简单？好了，让你们体验一下碰糖游戏。我问大家一句话，那个饼干对不对？有点浪费。如果我现在 YouTube 对不对，开一个深度会员，是一个月2500块的，然后卖他一个饼干，不是可以抽泱泱刚舔完的那个星星，还有玛利亚刚舔碎的那个星星，还有你的那个星星。可是抽到谁的是随机的，没有办法知道。你们会加吗？会加的加一，我看一下。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要记得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 哦。哎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频道，有很多每个人都有 IG， 要关注哦，关注哦，订阅哦。等一下，没有你。哎，不是你不要这样排挤坤达好不好？不，好不好？是没有你，没有我。哎，谢谢。